芒果買了12元。買了兩份菜心苗18元，魚肉我買了15元，炖鱿鱼就20，仲有啲黄花就30嘅。10元兩份啊，咁有番茄，同埋有节瓜，总共买47。大家好啊，我今日又去街买餸啊，睇下买咗好多嘢，睇下，我想分享俾你哋睇啊。嗱，买咗呢个菜心啊，呢度有两份嘅，就收我18元，都好靓嘅，都睇下，都几新鲜嘅，一大袋啊，两份。继续这个番茄和节瓜这两份就收我10元。番茄就有4个的，都很漂亮的，红薄薄。节瓜2条都 OK， 挺漂亮的。还有毛毛在那里都没甩晒，都新鲜。继续鱼肉就买了15元嘅，我就要肉爱葱嗰只嘅。继续就买了呢啲芒果仔啊，买咗系10元一磅嘅，就买咗我翻嚟自己称过就好似1.29磅噶，咁佢收我12元，咁佢有几多个先？五个，但系啲细细个，啲芒果好甜嘅，好好味噶。嗱，再继续啊，排骨就好似收我47嘅。嗱，排骨就 OK 啦，咁啦，有啲肥，有啲瘦啦，啲排骨。继续。买了一盒，呢只系白福豆腐，呢个收我8元嘅，呢个喺冻肉铺买嘅一盒。再继续呢个，嗱又系街市买嘅鱿鱼，呢份鱿鱼就20元嘅，20元有7只，鱼咧有鱿鱼吓，零粒粒嘅，仲好新鲜啊！我通常用啲 XO 醬炒嚟食咧，好好味噶。嗱，再繼續，又買呢份啊黃花魚啊，30元，有4條嘅，嗱有啲大有啲細嘅，都新鮮啦，嗱啲眼都幾精靈啊。咁好啦，今日分享住咁多先啦，唔該曬。大家好啊，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話，請免費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啦。同埋如果有時間嘅話，就睇埋廣告啊，唔該曬。咁好啦，咁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